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Just typ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你要说你在网上给我问一下，今天有码可以没有再大几码的？你那个宽松的，我买一件，买了以后我这个反正。对，说他给你本来说给你买了一件红豆的，那个也是很大的，然后他说你可能穿不好，他说再去看看有没有。他为什么给我穿不好？他觉得，他说很难试。我说哦。嗯，别人都不惹你，慢慢很失败耶，你的魅力竟然还不如那个桶子。那你吃饭去。饿着他还是吃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 十. 十.